别好的，我发现我们现在是销售。浇水，你先帮他们。
OK， 就抬起来先锁啊，下来快点。遮到。台中高。这边是工科，这边叫工科的，对，工科跟商科。可以吧，你可以有可能把它绑在固定，看是哪里，不要在地上。好，因为要拍照，明天就不能够拍照，没有就不能再上去。好，他们那张纸抽出来的，看三张，抽出来的。好，到时候等一下要帮你们拍照，拍下来的东西。动的状况之下，就直接可以操作的最好角度、最好距离，就这样的距离。对，那你等一下，你拿着它，你代表当照相。好，对，你就拿着它，代表。演示展示的话，是他要拿下来下面展示的。如果评审有要求，我们会拿下。看
就是要推一点点，要推一点。好，换那边，这边。再往前一点。就像立体。他的作品摆不下，他、啊、那个都不是作品，那是额外做出来。对，这个还可以。对对对，从那边进去，然后上去就可以了。苏慈祥院跟江流大帝的。袋子也折一下，这本要带。
发意外，造成事故的发生。要把照片弄这个资料，基本资料，你没有一张单子吗？靠模组去做个结合。4:10他们要入场，安审委员就不要讲了。对，那你们前面都要讲。要用的都留着哦。明天你要用的什么备用的？夹子、梳子、筷子，那个是一个杯。请各组参赛者持规格及安全系数。因为明天会带来吗？明天会。安全把手。好，下一个。这个是讲解的这个道具。对对对。这样的名称会在这个整个展示品里面，会不会？这样就可以认定了，是作品摆出来，羊60公分，有，是你们在这个，这是这个。塞血，我们把那个这个下来，下不来。4个角落垫这么高，然后把这个垫在上面。这个快板子会卡到那个边缘。不用保险，知道吗？就打个勾，要分开来做，过来那拆开。按你题目。好，是怎么样？哪里有问题？我们家怎么？这里呀，刚才是这里有一脚啊。他很会吧？就是你不要注意到他。动下，这样，啊、这样，然后别套，别套。看住我，就是这边。零五是看不到。Thank you.
现在在看。假如他秀出来，他可以让他露出来。等一下他会拍照。要拍全部了吗？你上面没有这一张，上面没有这一张。有在你们的那个这边，嗯，同学你们今天前面一个代表。那有没有用到？有拉的有拉。这个对对有。它是吃220的电。说明书是这种。说明书是中间的，然后课程对应表是右边，左边的。没有对手。再拿走了，要不要就先放了？好，先放了。还没，那我们就先让他们接。没有。